这就是大自然里面最多的野花之一啊，就是这种黄色的蒲公英。这蒲公英也挺神奇的，蒲公英这个花就属于它从早春，就是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就是出现，然后它就一直能看到，现在已经都到了快五月了，仍然还有很多，然后里面就是夹杂着一些很多的这种白色的这种小雏菊哈，都是大自然里面长在草上面的，全是灌木。这边天气这段时间来非常棒，已经很久都没怎么下雨了，一直都保持这么好的这种晴天。哎，有车在上面走了，一辆了个皮卡，一辆丰田海拉克斯的皮卡，都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他们的路到家门口并不是非常好，然后徒步的话，自行车徒步的，政府会上很多这种立这种牌子，就是那些路线的提醒。哎呀，这个小池塘里面倒是有一点水，有点野鸭。前面那个山坡上往这边望，有一大片那个，好像就是那个葡萄田，在那个森林和那个社区之间的那个草坡上面。这地方路也不错，你看绿树掩映的，曲径通幽的这种感觉哈，挺闲暇的，就像一个公园一样，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社区而已。这个上边阳光太刺眼了，上面全是那个大的，这边是外围，社区的外围，社区外围就房子就大，占地面积大，都是一些大房子，往里面靠近的话就是房子面积可能变小，占地面积也相对来说变小，这容积率肯定是从里往外摊嘛。它的这个中心的话就是一些公寓楼，公寓楼的项目比例一般，它所占的比例肯定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开阔地带了，到了个开阔地带拍一下，然后从那边穿过这个社区再走出去，往那条大路走。好了，这边就到了这个边界区，到了这个开阔地带了。你看这个房子特别特别多，走路的人也多了，暂时就这个时候不遮。哎，一般到傍晚的时候，这边人就开始出动了，就出来走路，然后在家里面烧烤的也挺多的，还能设一些这个座椅，那地方也有，再休息一下挺好的。我说的就是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你说拍无人机得多棒，在那个边，然后到空中，下面全是绿地森林，那边是森林，马上等到了夏季，那个全郁郁葱葱的，现在还是光秃秃的，因为这边的树叶大部分都是阔叶林，到了冬季全部都落光了，全是树枝，现在都是抽芽阶段，一些小的灌木已经像那个柳树，那两棵大树的后面立了很多白杆，那个地方好像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葡萄田。然后那个山坡上那个椅子呢，就有两个人坐在那儿，然后一只大狗，多悠闲。你看这些树都光秃秃的，但是现在我已经能肉眼都能看到那个枝头那个嫩叶，来拍一下，你看那嫩叶多好看。哎，这样能拍到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啊，每个枝头都已经开在了那个小嫩叶，多可爱啊。那回头再来望一下，哦，那个上面也有人坐在那儿。哎呀，那个刚才那个皮卡那有一只狗，有人遛狗的，那个皮卡刚才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开的。我继续往上走，那个这边它的那个边界，那个城市外围的那个边界全是那些房子。我也到这儿坐一下，这儿有一个椅子，休息一下。你看我走过来的路，走到这儿不知道走了多远了，我身上后背已经冒汗了，毕竟现在是春天了，我还穿着个抓绒。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机，有一个信息，
现在正好3.5公里，3.459，3.5公里。现在 zone white 就绿色区域的 Gatsaban 就是四个兔子的意思，就是这个小区的名字，就是大社区的名字，大社区的名字，然后它的一个中心区域绿色区域。我现在弄谷歌切换成谷歌的这种房子的模式，可以看一下，不知道 GoPro 能不能拍下来哈，能看到吗？你看这个区域多大，我现在走到这儿，这个 Gatsaban 就是这个区域这么大，就是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区域，这是一条路，是一条路，在路正好围起来，相当于一个近乎的梯形吧，接近正方形的梯形，这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房子。然后聊一下，就是这个区域，这个房子基本上都是那些中产，这个是标准的那种中产阶层吧，就是正常的一个社会主流的老百姓生活住的房子。那些村子里面的房子，就很多那些村子就是老房子嘛，就是可能都那个房子都70-80年、50-60年历史。像这种社区的话，它的年龄的话，我估计可能在比如说30年最多，就相对来说比较新啊。之前的话，这边可能都是那种那个农田、山地，这边丘陵嘛，森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那个房子的需求增长，就开始把这一片开发成这种社区了。所以它的这种房型来旁边就是嘛，这些房型的那种建筑风格都特别的新。从外墙看的话，基本上都在，我感觉可能也就20-30年之间最多。然后你在这边的话，如果一个房子在出租或者一个卖的话，都有一个醒目的那种标准格式的那种那个大的那个一张大概 A3 纸大小 A4 纸大小啊，就会贴在那个门口呛一个牌子，或者就在出租或者就在卖。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老走的话，那边就有一套房子，那个房子就是在贴的那个快速路最近的那一排。从地理位置上而言的话，那个位置不是很好，因为它贴的那条快速路特别近，快速路时速120嘛，所以那个路噪、那个车流量声音还是挺大的，是可以传达到房屋那一排子的。所以在整个社区而言的话，那个地方并不是非常好。然后我看到这个房源以后，我只要到网上面一搜，就是这个房屋代理的那个二手经销商那个代理的话，我只要搜他的网站，我很容易就查到这个房子，他的房龄、他的配备、他的水电气，然后里面的格局布局、实物照片，很多很多信息量特别大，你就随便了解了。那个房子好像卖是40多万，好像是45万。我已经忘了，很久以前了，好像好几周之前的了。我感觉至少在45万左右，45万欧元。而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并不是最佳的，贴的那个路很近嘛。然后那个地方的那个房屋的那个，就是从那个容积率那个面积而言，它占地面积而言，它也不是很优的。就是你和很多这些旁边这些房子，我后边的这些房子，它都不占优的情况下，45万。你就可以想象，在这个里面的话，很多一些非常大的那种非常大的那种房子，还有占地面积大的话，我估计接近100万应该也是可能的。可能主流的话，可能就在这个其他地方正常的房子可能在50-60万，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就是这边房屋的这个水平。而且这个地方呢，距离那个旁边那个快速路，就旁边的快速路小区出去以后，一个环道一拐，很快就可以上那条快速路，快速路往前走个大概就2-3公里，可能也就2公里吧，就可以上那个高速了。那个高速就是那个主干高速，就可以往那个布鲁塞尔去，就特别特别的快。所以从地理位置而言特别好的，往那个下面去呢，就是这个市政，就是这个大的市政的那个中心了，就是地理位置特别好，它的那个房价明显就比其他地方相对来说，这个社区的环境也好。你看这四周，你再过去看，四周就是这种小山包一样的森林环绕，然后容积率很低。它的房价在刚才说了嘛，可能从40万到100万不等，因为这边的房价没有，欧洲买房呢也没有平米概念，都是一房一价，包括公寓啊，没有那种平米概念。我并没有说一平米多少钱这种概念，没有，都是一套房的一个价，它是综合所有的考量，当然肯定和面积有关系，你最终的价格，但它没有以平米这种概念均价来衡量，都是以一套房子的均价来衡量。
所以在这个区域属于比较好的吧，就在这个市政，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我们那个社区比较新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比这边，我刚才走路过来一路就跨过这个森林嘛，这边森林过来。我们那个社区的话，那均价的话好像也要在40到50之间，40到50之间的感觉，贵的房子可能50多50-60吧，也许，因为面积都差不多嘛，家家户户面积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房屋的价格的状态。然后我们这个城市所在的这个省这个大，就是在法语区里面，它是挨着那个布鲁塞尔大区的，因为比利时分了三个大区嘛，荷语区、法语区，中间夹的就是布鲁塞尔大区，它是以这种大区的 region 的这种概念来提的，肯定最贵的就是布鲁塞尔，这不用说了，那个是毕竟是人多地少嘛。然后法语区最贵的房价最贵的省就在这个省份，因为永远嘛，地理位置决定的这个房价，这个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然后最贵的房价，这个省它最贵的，以市政来分的话，并不是这儿啊，最贵的那个市政是在它的那个，也是贴的那个，就是挨的那个大区那边，相对来说往布鲁塞尔方向越近的地方，房价类市政就越贵。那边的房价是真贵，就是很多老房子都特别贵，这边的房价的房龄相对来说比较新了。你往那个布鲁塞尔区那边有些市政的话，那边那个房屋均价都挺贵的，而且那边的那个路也比较，路反正都差不多，但人口的稠密度就比较高，所以在那个地方买房的话，相对来说就属于那种新房源比较少，主要都是一些老房源比较多。像这么大这种开阔的面积的话，你越往那个中心地带去，空地就越少嘛，这个都是成立的。所以最贵的那个省就是挨着那个滑铁卢小镇旁边呢，有一个叫 Lathing 的，那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名，但是那个市政都是以这种小的市政为概念啊，这边一个市政的人口数可能就大几千几万人，哇，几万没有，这个市政算大的，人口估计有大也就几万。这边人的话都是以几千啊，市政呢几千两三万一两万这种概念，反正最贵的那个市政是在那个方向，是在那个滑铁卢那个方向。滑铁卢就是我上一周末去那个拍那个紫花的时候回程经过的滑铁卢小镇，那边的房子那房普遍都是那种老房子为主，新房子少，新房源少，它没有很多的土地嘛，可用土地面积开发。因为这边的房屋它的交易，实际上新房它始终不是社会的主流啊，就是新房的新楼盘一开发的话很快就售罄了，毕竟人还是愿意买新不买旧嘛，你能有机会买新房还是愿意买新房，土地面积就那么多，不会有很多空用的土地让你去开发房地产的，基本上一开发就卖光了，所以这非常高的，所以大部分交易还是在二手房阶段，都在二手房，和那个汽车一样，欧洲的车也是二手交易的活跃程度，每年的交易量可能都是比新车要高的。好了，一聊就收不住了，我看的时间已经到了9分钟过了，我坐在一不动，气温一低，我的鼻子就进入那种不透气的阶段，我只有温度上来暖和以后鼻子才透气，我春天的这个毛病就是这种季节性的这种过敏。花一多的地方叫打喷嚏，一般那个地方有苹果花，那个是粉色的樱花柳树，这个白色的也是樱花吧，一串的那个花也是盛开的时候。越是到社区地带，家家户户在自己家院子里面种花，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好了，我就不说了，又有人过来了，我就进入这个社区开始继续走路了，待会走出去。